所以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觉得主耶稣是对他们的一个威胁，他们终于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除掉了，用他们自己的罪恶的手。然后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的位置又变成比较卓越的，就是比别人更高上一点。因为当时主耶稣就是这一个挑战他们权威的人，然后他们终于把主耶稣除掉了，把他从面前消失掉。因为主耶稣对大众的影响力太强大。在那个当时那个山上，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当时没有人没有理解为什么主耶稣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他在钉十字架的意义。有些人是对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有同情心，有些人也是觉得他很可惜，甚至有些人是觉得他们终于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出来了，对主耶稣的愤怒。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想法、看法和他们的反应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做什么。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他把他的自己最独一的爱子，唯一的那一位带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够为我们的罪付出完全的代价。他是那唯一的那一位，可以把我们的罪恶都洗除掉，他是这唯一的那一位，可以给我们带来和平，可以跟神和解，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唯一的一位，他能够带给我们永生，他也是这唯一一位可以平息神的愤怒的那一位，他也是唯一的那一位可以公义的让我们的罪从得到公义的审判，然后把真正的公义带到我们的身上，那使我们能够得到尊贵和荣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下午会来到这里，然后也愿神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一颗平静的心，因为我们什么都不配的，因为我们是在最终迷失的羔羊。但是神啊，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你这样的大爱来拯救了我们。神啊，我们在这里祈求，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你的这样的爱，远离你的爱的时候，求主把他们亲自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拥抱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是纪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今天为我们做出了这样重要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这样有一个极大的喜乐的之中，在你的面前可以相信你。所以
我们也是感谢神，今天也是与我们同在。你是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可以带领我们，用你的灵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Our next hymn is also found in the hymnals in front of you. This hymn is hymn 148, Teach Me What It Meaneth. I'll invite everyone to remain seated to sing this next one, and I would ask that we all sing it prayerfully, that the Lord would teach us what it means to make the work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yet more real to us. For those that are already in Him, that this may encourage us to greater bounds of godliness, and for those that do not, that the work of Christ will be made real in their hearts as they come to Him. Let's sing this together prayerfully. Singing.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700年，在他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时候，这里在这之前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个以赛亚他就是主的仆人，就会来到这个世上，然后他会把他自己献上，然后他会把我们的罪所移除，他会告诉他是预言我们会从我们的罪恶的属性上面得到医治。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来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如果你有邀请来你的朋友，他对圣经不熟悉，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说我们就一人一节这样读下去。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连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Our next hymn is from our supplemental hymnal, so the lyrics will not be on your hymnals, but instead will be on the slides in front here and the various screens that we have around. We are going to be singing My Jesus Fair, so I'll invite all of us to stand up together to sing this. And on the third stanza, where we sing about what we are remembering this Good Friday, My Jesus kind was torn by nails of cruel men, I'll request that the instrumentalists drop out for this one so that we can sing this with just the voices. So let's sing this together. Thank you.
torn by nails, by nails of cruel men, and to his cross as grace prevailed, God paid my wretched sin. O love divine, O matchless grace, that God should die for men. With joyful grief I live my grace, and adoring all my sin, adoring only Him. My Jesus pure was crushed by God, by God in judgment just. Please take a seat. Oh!
is a green hill far away, outside a city wall. Where our dear Lord was crucified, who died to save us all. Amen. crucified.
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God sent ou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God so loved the world.在我们唱的那首歌可能对于你们其中有些人会很熟悉，因为你可能在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刚才这个诗歌它的歌词也是从我们的圣经中的经文所拣选出来的，你可能知道它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降下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之间这个房间里面，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可能我们中都是见过的，彼此见过，没有不认识的。至少我有一件事，我可能认识你们所有的人，可能你们每个人都渴望被爱，也期待被人所重视，被人所听过，被人所尊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爱，可能我们中间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感觉到我们被爱，或者我们没有被别人所关爱过。所以说我看到我们大家可能都认识有些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所忽视了。我们也见过那些难民营中那些小孩子没有被任何的国家所接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有些人他们甚至在逃难的过程中死在了海里，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躲避战争。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为了一些领地。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才感受到我们缺乏爱，有些甚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彼此之间有征战，有争斗冲突，还有争吵。现在在今天我们也是知道那些健康的专家他们甚至在宣称我们现在的这种孤独以后会变成一个灾难，特别是在经历了冠病这一个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受到了影响，可能他们的健康状况就是受到这种孤独的影响。有些时候你可能说我们并不会很需要有那样的热情去跟人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可能只是在网上我们沟通就好了。所以说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手机中有些很多的软件可以让我们彼此在网上联系起来，这是我们所谓的社交软件，可能我们就可能在网上去找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我网上交朋友可能比较好一点，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更坏。就像《纽约时报》他有说到，有一个人是说，你如果我们太沉迷于这种网络的这种社交，没有真正的建立一种关系，没有一种，因为在网络上面你不需要负责任，所以说到处都是一种批判的状态，从中你并无法找到一种认同，所以你这样需要的爱可能在网络的社交软件里面也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这种两极化的分化，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真的是缺少爱，缺乏爱，爱不见了仿佛。那我们要在哪里去找这样的爱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渴望被爱，我们都理解，也想被得到尊重和有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爱。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今天下午整个把我们的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爱，因为我们有那样的一位神。是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这里我们讲到的这就是神就是爱，这里并不是说神是有爱的，而是说神本身就是爱。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就是爱呢？因为我们经常会，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感性的爱，就像爱就是要有一种浪漫的感情，这种感觉，这就是世界上的人对爱的定义，就是要你有一种浪漫的感觉。所以当他们说到爱的时候，他们就会是想象，就是说要如何在我们的关系中有一种浪漫的感觉，一种感性的方式。所以说就像现在的那些音乐一样，很多都是有描写爱情爱的，那些都是通过感性，通过这种浪漫的关系在歌词中来描述一种爱。但是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式出来，就是说神的爱它并不是跟这世界上的爱的定义是一样的。那神是怎么展现他的爱的呢？我们看这样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慢慢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它告诉我们 是谁爱我们，是谁，是神在爱，爱的是谁？神爱我们，什么时候爱我们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所以说这种的爱跟现在的世界上描述的那种罗曼主义啊那些爱情是不同的，因为对神来说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们这些罪人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去反抗神的人，我们身上是有罪的，我们犯了罪，我们是没有达到神他那样圣洁无罪的完美的要求，所以我们罪人的罪对神来说是令人厌恶的。应该是让我给你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就像神他要爱一个罪人要怎样的呢？就等于像就像你想被蟑螂所吸引一样，这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是一个厌恶感，就像我们人都会讨厌蟑螂一样，我们就像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像蟑螂一样，是充满了罪恶、肮脏的。就像保罗他在描述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是怎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保罗他就是这样描述的，他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做的都是一样的类似的。你可能说我没有发疯，我没有去杀过人，我没有去做过这些坏事，我们没有去做这些很邪恶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天都做过什么事情，你都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实际上已经在悖逆神了，你都是在活在你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里面。圣经称我们为悖逆之子。然后我们看下一节，这是非常一个精彩的一个经文，他是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这里为什么呢？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说是他爱了我们，甚至我们死在我们的过犯中，他使我们从最终死亡中活了过来，与主耶稣同在。所以这个圣经它是描述我们的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神呢，他是蛮有恩典的。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本来是我们得的工价本来应该是死，但是神他却给了我们爱，是这样的大爱。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还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让我们能够思考一下神通过他的恩典所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从来都对我们是信实的，对我们也是好的。所以他今天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本来我们应该死在罪里面，但是他却让我们活了过来。他之所以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吸引力，是因为他本性就是爱。所以他的爱并不是取决于他所爱之人是有什么可爱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如果有个人他看到其他的人有什么的吸引力，如果今天你要去见一个人吃过晚饭，你去问他你去的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神，他的嘴巴，还有他的心，他就可能说啊，我今天非常想跟你分享，我今天遇见爱情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很浪漫主义的一种感觉。
这种的爱。我们知道 有个人他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爱，是通过这种浪漫主义，然后过了时间他就从爱里面逃脱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人的浪漫主义已经没有感觉了，他就离开了。但是神的爱，对我们的爱，并不是根据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可爱的，或者我们对他有什么吸引力。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呢？他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降到我们的世界上来。你要知道，我们可是罪人，我们并没有美好的容貌，我们没有什么可吸引神的，但神还是选择了爱我们，这是神的选择。然后根据他的选择呢，他就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主耶稣为我们而死，这是爱的行为。甚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章十三节是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说你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为了他的朋友而舍去生命，这是何等的大爱。这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或者妇女，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展现的最大的爱了。有些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英雄主义，比如说有一个士兵，他在一个战争之中，他把他的生命献上，为了是能救他的战友的命。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国家就会授予他一些英雄勋章，表达国家对他的敬意。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时候这种勋章只会授予那些为了拯救更多生命而牺牲的人。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为了别人而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有谁可以拯救一个被判罚的罪人呢？被定罪的罪人。我们知道一个父亲他可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他愿意告诉神，带走我的生命来宽恕我孩子的生命。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是呢，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父母本身也是一个罪人，我们甚至连自己都不能拯救。那我们怎么，不管我们多爱我们的子女或者其他人，我们怎么能把我们自己一个罪人放在前面去代替别人呢？所以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甘愿献上自己的生命而宽恕其他人，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本该受死。我们一个对一个死刑犯来说，他不能再帮别人承担罪的代价。那为什么神的这样行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爱呢？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无罪的神，他对我们的是这些罪恶悖逆的人，他展示的爱是因为他是需要有人来代替我们的罪，但是那个人不能像我们一样也是罪人。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他愿意为了我们去舍去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接受惩罚。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付出了我们罪的代价，所以我们才不必死。所以说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说，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这个死亡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会永恒的被神所隔，与神隔绝起来，被放到一个地方叫做地狱，然后那个地方那的火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就会在那里一直接受我们的永生的永恒的惩罚。这并不是我们想去的，但是那就是罪人所应去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神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所以说假如我们看到一个罪犯来到一个审判官的前面，那个审判官说，哦，今天我感到很好，你就可以直接离开。那你这样离开之后，那我们那些时报来说，他们会怎么觉得，怎么判断这一个审判官呢？大家就会谴责他说，这一个人是一个罪犯，你不能让他就是这样平白无故的就离开了，你就失去了你的公义。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他需要我们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有人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也在以赛亚书读到这一个经节，我们再重新的看一下，他主耶稣基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罪，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里的过犯和罪孽都是罪的同义词。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说这个他受了的刑罚，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就能得到平安了。然后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我们不能把神的爱与他的圣洁分开。我们知道神他是爱，但是他也是神洁的，圣洁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要在他的圣洁中要处理人的罪，所以说他的圣洁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他的愤怒。你可能说，我不明白神的爱和他的愤怒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你觉得有人他讨厌你，他对你生气的时候他还爱你吗？你可能说那要看情况，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如果有人对我们很愤怒，对我们大吼大叫，或者我们是在今天来说，我们就是觉得有一种比较愤怒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思想。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思考，为什么愤怒跟爱和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圣经就是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比如说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是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这个词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做了一些事情让另外一个人他的愤怒得到平息，而主耶稣他来在这里就是为了平息神的愤怒。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就做了挽回祭，他代替了我们，他承受了死亡，这样我们就不必受死。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父亲他神他离弃了他的儿子，就是当时的从六十到九十，就是我们的十二点到三点这三个小时，然后这个天空变黑了。然后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神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孽都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在那一个时刻，
是非常痛苦的时刻。这不只是主耶稣受伤的肉体上的痛，而是他要经历与他的父神隔离的那一个痛苦。没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比主耶稣更加的孤独，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他不能直面这样的罪恶，他就背对他的爱子。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孤独的，因为他要经历神的愤怒。但是他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和神和解。我们知道神的愤怒是面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因为罪把我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了。但是神他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重新的连接恢复。这也是保罗他是在罗马书五十到十一节，他是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要做自己的过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与神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就是神的敌人。但是呢，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了，既已和好，我们就因他的生而得救。所以不但如此，即我们既然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说从这里我们看到，通过他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经历中跟神的跟人的关系是有不同的一种，你与家人的关系，你与朋友的关系，有些时候你会跟特别的人有因为不同的事情有建立不同的关系，但是你可以想象吗？当你和神的关系这样破坏了之后会怎样？所以这样主耶稣他通过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重新建立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两个人不同的人合在一起，他们把他们的那些不同的都去掉之后，所以说我们就合一了。我们知道我们在新加坡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你不可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去唱卡拉 OK， 然后影响到所有的人，然后这样大家都会很生气。所以呢，所以我们主耶稣作为我们的媒介，让我们和神之间能够搭建这样的桥梁，使我们和神能够重新建立关系，把这种平安带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却没有人能真正的找到这样的和平，因为我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动乱。你看报纸记录的都是一些让人心里搅扰不停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神那里才能找到这样的平安。我们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连接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我们更能从这样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像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这里讲到的永生到底是什么呢？你可能首先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死亡，因为我们死亡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有听到过，我们在知道我们新加坡每个人的人均的寿命就越来越长，可能会进到甚至
80岁，甚至可能延续到90岁，那是非常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越久越好。我想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望，让我们能够想得到长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跟神和好，连跟神有平安的人，他们就会得到这样的永恒的生命。就像我们当时中国有些人甚至去想去寻找那些长生不老的药，就是吃了之后就可以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药，但是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永生吗？但是我们想，神讲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它不只是在你的这种长度上面，可能是在你的生命上有一种的不同的变化。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你可能活过超过100岁、120岁，你会觉得你活得很长了。但是如果你最后的那80年里面，你的生活是生活在一种很贫困、很一种贫乏的生命中，那是怎么办呢？就像我们现今很多人都讲的生活，都是讲的一个比较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说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待在家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连自己吃饭都做不了。所以说那种人是靠着一种药物维持他们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个长生，一个好的生活。所以说你希望得到的一个长的生命，是一种有一种好的质量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给我们这种长生之后，还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样得到的永恒的生命是与主耶稣，是与神是同在的，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喜乐，我们可以去享受与去敬拜神的那种乐趣。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没有受到罪的诅咒的这种生命，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高品质的生命。这就是神所主耶稣所祝福的这种生命。所以你知道，这所有的事情神赐给我们之后，最后得到的荣耀都是归于神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神将主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里我们，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才能得到这样的高品质的生命和这样的爱呢？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也做不了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是绝对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取这样的永生，也无法使你和神和解，也不能得到永生，你不能靠着自己得到任何东西。这里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只有一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已经做了这个，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爱，我们要靠着信心来忏悔我们的罪。所以罗马书第10:9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看这个结果，就是说你就必得救。所以说你要口里承认主耶稣为主，你要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知道2000年前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这个行为，我们相信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我们做的，然后我们就能得救了。
那我们是从哪里得救的呢？就是从我们的罪里面得到了救赎。这里也讲到，使徒行传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这就是我们的罪是使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所以主耶稣已经使我们得救，那我们如果还生活在罪里面，那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就需要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抹除。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身上，相信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死去，然后我们请求神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悔改过来，悔改，然后让我们不要再为我们自己的计划而耗尽心力，而是把我们交托在主的身上。我以最后一句话来作为结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讲到神是爱，这里在犹大书第21节，他也是讲到，这里的犹大就是主的一个弟兄，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说，换句话来说，我们要保持在，要使自己在神的爱中呢，我们是要有一定的作用的。它是要我们积极的停留在神对我们的爱中。这一节经文它要暗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有可能我们会，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只是说我们可能会离开神的爱。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神的那种火热，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被世界的事情所纷扰，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刻，我们会忘记了神，忘记了祷告，忘记了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你没有在学习神的话语，这我们主耶稣怎么形容的？就说我们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的心又开始变得背逆神，你就没有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你没有有火热的心去追求神。这就是犹大他说我们就离开了神的爱，所以神就他就提醒我们，要我们保持藏在神的爱中。他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这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要在我们的至圣的信仰上面建立我们自己。就是你知道我们建造那些房子是怎么建造的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固的、平稳的地基，坚固的地基。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这个地基是很坚固的，不然我们在上面建造很高的建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跌倒。所以说我们要使那个地基非常的坚固。而我们的地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我们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坚持学习他的话语，他的认识他，在我们在对他的理解上面更加的成长。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语，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能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爱。然后接着第二点呢，他也是叫我们要在圣灵里面不住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这种信徒对神的爱呢，我们不能脱离与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是要通过我们的祷告来慢慢的培养的。就像我们人互相接触，我们也是要通过沟通来更加的认识，坚固我们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习圣经也非常容易。你有手机，就等于你有圣经，你就可以看像我们每天要读两节经文的我们的教会的读经计划一样，你就直接看你的，按一下你的手机就可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了腓立比书。那你要祷告，要祷告什么呢？你要跟神祷告什么呢？那就想想你与你的关系很亲密的朋友，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互相在聊些什么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你是需要把你的心里的痛苦苦难需要去分享给别人，把你的心里的痛苦就可以找人分享。你有没有想过神也是你那位亲密的朋友，你可以跟他去分享你的心里的痛苦，你的重担，你可以分享给他你 有哪些失望，有哪些愤怒，有哪些困苦。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想想，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可以分担我们这些重担吗？我觉得他们不一定能够。但是神呢，因为他是掌握世间万物的那一位神，他是提供这个世界所有的动力的神，他是有这样能力可以担当我们的重担。所以当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里的一切就分享给我们的神，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就放在他那一个是无限的那一个有力强有力的肩膀上面。最后呢，我们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等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等待呢，就是我们在等待，在期待那个即将来临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现在已经到三月底了，你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有没有一个什么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你的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有一个好的事情让你心情激动的一些事情后要发生呢？那就是你所期待的了。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啊，痛苦啊，或者是什么，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寄托，就是说有一个好的事情，你知道在不远的将来你会有充满期待，那就是一种希望。这也是我们等待主耶稣再来的一种期待。我们知道主耶稣总有一日会再一次来的这个世界，他会来掌控这个世界。然后我们那些跟随追随主耶稣的人呢，我们就会跟他一起。我们知道圣经是描述我们最后跟主耶稣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和神会一起会赢得胜利。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也会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难道你在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不想跟随一个会胜利的一个团体吗？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多么强壮的一个团队，它终有一天会面对失败。这里只有一个唯一的这一个在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神，他是从来不会失败，他从来不会让你失望，也不会让你面对失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对我们总是信实的，他总会对他的子女展现他的恩典和怜悯，他从来不会拒绝他的子女。所以到最后，到末后的日子，他会带给他的子女那样的公义，那样的怜悯。但是对那些一直不停拒绝主耶稣的人，他们所等待的就不会再有怜悯，而是审判。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爱却找不到爱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我们总会失败。然而神却向我们伸出了他的爱的双手，他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不要拒绝神对你的爱。当我们今天晚上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你没有任何的消息会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消息更好的了。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信靠他，让我们能从罪里面能转向，因为这些罪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今天特别的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带你的朋友来到我们这里，你可以邀请他去跟你分享。如果他有更多的有不同的疑问，我相信他们肯定都有疑问，我们可以去，你去可以去跟你的朋友进一步的分享。如果你需要还有一些问题你不能帮助你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都愿意去帮助大家。然后我们也要继续祷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们要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人没有认识主，就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接受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真的是沉浸在你的恩典之中，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的这个爱是无与伦比的，是无人能够展现的。我们非常的很开心，我们也非常的满有怜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到你的爱。我们也感谢今天到了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把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带到了他的面前。我们也相信我们那些朋友能够真的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然后从罪的罪恶中能够转向回来，能够顺服你，活出新的生命。所以神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来向其他人展现我们的爱。我们不能把这样的美好的好消息只是留给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求主也是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说今天等一下就说弟兄会带领我们唱这首歌，就是神的爱，就是我们今天描述的今天我们所学到的一切。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Pastor. All right, I'll invite everyone once again to stand. This hymn will be found in the hymnal in front of you. This is hymn number 75. May I invite us to stand to sing about the love of God that we have heard about in this message together.
In Korah, you have studies the accounts, th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所以说，如果你有跟随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称之为这个圣洁的一个周末，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当时就是骑着一个驴子，然后他们把这个橄榄叶就是放在这个路上，一边呼喊何塞亚，就是在我们也可以去，如果我们要去重新的去追寻主耶稣他的这些相关的事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去到库鲁山去被钉十架。所以说当这一天晚上之前的主耶稣就是去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建立了这个主的圣餐。就像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他有讲到，就是说主耶稣他拿到这个面包，他拿起来，他分开递给他的门徒，他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他拿起一个杯，他也是祝谢了之后分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喝，因为这就是我的宝血，也是与你们所立下的新约。他倒出来是为了就是为了宽恕我们的罪。就是之后呢，他的一个门徒就是一个使徒保罗，他可以告诉他教导我们这样领受这样一个圣餐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他这里讲到他正在教导，就是每次当我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要为了纪念神，是纪念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说这个领受这个圣餐，它在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回忆，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也是要领受这个圣餐，为了纪念主。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呢，我们也要大家一起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只是随随便便的去领受这个圣餐，我们来到这里呢是要带着满怀的感恩的心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说我们要反省己身，让我们不要来到这里领受这个圣餐是白白的领受。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做的就是事情，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反省检查我们自己。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受浸过的弟兄一个成员，我们就邀请你来领受这个圣餐。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审查己身的时候，我们的执事就会来分享这个圣餐。所以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自己去领受这一个杯和这个饼，然后我们会一起来祷告来领受这个圣餐。这就是我们教会通常在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现在呢，所以说就是从使徒保罗这样的是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一起省察己身，然后我们就是来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检讨。然后我们只是随随便便的来吃来喝，就是我们就会被神，我们不是自己来审判自己，而是将面临神的审判。所以这是让我们来自己省察一下自己。
truly for what you have done. 真的是满心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并不是因为你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忧愁，因为你为着我们死在了个十字架上，甚至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充满喜悦，因为我们知道通过你对我们的爱，你的爱是大过一切的。我们有些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神啊，你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你最终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神，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舍弃的身体，然后因为你的创伤，我们得到医治，得到这样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这个就像主说的，这是我们的身体，为你们所舍弃。我们这样做来为了纪念我们主耶稣，纪念你。335,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Died he for me, who caused his pain for me, who him to death pursued. Amazing love, there we have it once again.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st die for me? Let's stand together and sing this wonderful hymn.
on the third stanza, ladies. It's your turn on the fourth stanza. Long I in prison spirit lay, as bound in sin and nature's light. Mine eye feels the quickening ray, I walk abundant. Amen. Thank you. You may be seated.